听得懂中文吗？听得懂。听得懂啊？就装这个位置嘛，这个固定在这里，到时候就直接感应这里嘛。然后这条线呢？嗯。这条线就接在这里来，在这个控制器上面，这里有两个 DC 减 DC 加。嗯，就是这里对应的对吧？嗯，这里有对应了，也可以，也可以接这里 DC 减 DC 加都有的，一样的。嗯、哦。这两个，然后这个叉八、叉九、叉八叉九，就接到叉八叉九，从这里数叉八叉九。嗯。这个线码在这里叉叉六叉七叉八叉九，松开又锁上去就可以了。好。这样子就接好这个线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可以，然后屏幕在旁边挂一次。